网上奶粉功课天花乱坠，我闺蜜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了。选个奶粉问了我5天，今天我就用我俩娃的经验告诉新手妈妈，选奶粉的标准有哪些。一，看品牌科研实力，首先要选百年大品牌，科研实力强，口碑好，宝宝的口粮就图个安心。二，看配方成分，认准这三大成分，他们的对应优势就看这里，大家可以截图收藏哦。那么怎么挑选呢？我拿楚楚清新喝的爱他美泽萃三给大家做个例子，这里面有这种分子级牛莫低聚糖，平均含量9.82克每升，含量结构都很优秀，也是帮助满足宝宝天生营养所需的益生元组合，助力宝宝激发先锋自护力。然后看无水奶油，这可是天然来源的脂肪，它可以更好的促进宝宝对钙等关键营养的吸收，这里面添加了优量 DHA， 含量大于0.3%，是符合欧盟标准的。像我给楚楚星星选的爱他美泽萃三，里面的配方成分就满足了以上这些。宝宝每天一杯，补充能量 buff， 看着俩娃每天活蹦乱跳的，我这个老母亲心里也开心。而且爱他美泽萃三名称纽迪西亚126年硬实力，专注婴幼儿奶粉领域，实力杠杠的。淡淡的奶香，粉质细腻，好冲泡，我俩娃可爱喝了。如果说了这么多，还有小白妈妈懵懵的，那就跟着我抄作业，选爱他美泽萃三就对了。